日前，爽妹在上海拍戏，正赶上天降大雨，不过有爽爸亲自在身边照顾女儿，可以说是非常小确幸了。当天，爽爸朝替加背包的行头十分 fashion， 一手为女儿打着伞，一手还提着咖啡袋子，给爽妹准备的相当周到，堪称最佳助理。雨中的戏份反复拍了几次，但还是没能让导演满意。此时的郑爽的迷糊又犯了，前脚和工作人员对完台词，后脚又忘了。基本郑爽走到哪儿，爽爸就跟到哪儿，还不时跟闺女唠两句，似乎是帮她设计拿道具的动作。爽爸真的很疼女儿哟，给爽爸疯狂打call。